登坛告祭，受皇帝御玺，即皇帝之位，改元为张武元年，立刘禅为太子，封诸葛亮为丞相，封许靖为司徒，大小官僚一一升赏，大赦天下。 两川百姓无不心悦。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，视同生死。不幸二弟云长为东吴孙权所害，若不报仇，又复盟誓。 朕欲起倾国之兵，攻伐东吴，生擒孙权，以雪此恨。陛下，不可！陛下，国贼乃曹操，非孙权也。今曹丕篡汉，天下共怒。陛下，应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，以讨兄弟，则关东义士必过粮策马，以迎王师。 若舍卫而伐吴，兵士已交，岂能骤解？愿陛下明察。孙权害了朕弟，朕与傅士人糜芳、潘璋、马忠皆有切齿之仇，啖其肉而灭其族，方雪朕恨。 卿为何阻止朕？汉贼之仇公也，兄弟之仇私也。愿陛下以天下为重。朕不为地报仇，虽有万里江山，何足为贵？陛下，子龙所言。 党三思而行啊！朕意已决，不得再见。传谕三军，起兵伐吴。陛下，发使往武溪，借番兵五万，共襄策应；令差使往阆中，宣召张飞。是。